人员进出务必依规定实施十连制登记，测量体温以及室内需佩戴口罩等相关规定。今天晚上，透过临检的方式，来针对辖区的电子游戏场跟酒店来进行宣导，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宣导来提醒业者，必须要遵照指挥中心的一个规定，实施十连制，然后顾客必须要佩戴口罩，以及进行消毒。还有人流管制跟总量管制的一些相关防疫规。人员进出务必依规定实施十连制登记、测量体温以及室内需佩戴口罩等相关规定。今天晚上，透过临检的方式，来针对辖区的电子游戏场跟酒店来进行宣导，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宣导来提醒业者，必须要遵照指挥中心的一个规定，实施十连制，然后顾客必须要佩戴口罩，以及进行消毒，还有人流管制跟总量管制的一些相关防疫规定。